宝贵的青春拢为你牺牲，你若会忍心伤脚踏相思。陆女团金爆，嘴内三角恋，控精神出轨同团圆，比台巴还抓马。讲讲你们俩相识、相遇、相识、相知、相爱，什么呀？你这两个字不是我说的。我只想要你给我依靠的胸膛。如果你决定跟随感觉，为爱勇敢一次。如果你说我们要彼此。哎的，原来舞台上撒的糖全都是真的。大陆女团 SNH48 成员沈秀 A 近日和邓紫自曝和同团成员卢星义交往两年半，同时加码控诉女友卢星义精神出轨，另为同团成员王宇辰。啊，事情是这样的 ，SNH48 每年都会举办最佳配档比赛。你愿意让我提前看你穿婚纱的样子吗？沈小爱这两年都跟卢星义搭档参加，但今年两人决定分开组队。卢星义和另一位成员王宇辰合作，却疑似擦出爱火，让沈小爱后吃威。沈小爱用小号发长文 K 斯，以为了私下和拍档更受威优，从早聊到晚，还带情侣手链。从一开始就向拍档隐瞒我们的关系。面对新拍档王宇辰追问两人关系，卢星义回应朋友室友。我看了 iPad 所有聊天记录，我才知道你早就精神出轨。一夜夜暧昧聊天记录，我原来才是小丑。吵架谁先哄对方？他先哄我。被控劈腿的卢星义回应，对方提出希望好好营业，长久发展。聊天的本意是出于更快熟悉，情侣手链是对方买来后续营业的一部分。阿波沈小爱持续暴走，再贴出卢星义和王宇辰暧昧聊天记录，现在是可以哄一下的关系，你到了我再睡，等等等等，巴拉巴拉，看的视频真是好乱啊，只想点播一首。I bring all the drama, bum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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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bum.